日本杰尼斯男团卡顿的人气团跟龟梨和也能唱能跳又会主持，行程满档。不过却爆出龟梨和也22号早上发烧到38度，紧急送医 PCR 采检，结果呈现阳性确诊。龟梨和也原定当晚参加的直播节目紧急喊卡，其他两位团员上田龙也和中丸雄一也随即到医院 PCR 检测为阴性。杰尼斯事务所发表声明，龟梨和也即刻起接受隔离治疗，而他也是这4天来第8位确诊的杰尼斯艺人。的师弟黑色 Jump 的之念佑里21号发烧到37.5度确诊，艺业委会也 PCR 阳性。日本演艺圈逃不过 Omicron 的侵袭，多次来台湾开唱的乐团凡人谱，从主唱、吉他手到鼓手相继中标。日本摇滚天团 GLAY 的队长 Takuro 也在20号宣布确诊。日本开放打加强剂，因为当地疫情几乎是天天破纪录，25号单日确诊破50000例，不止创新高，也是东京第一次单日超过10000人确诊，阳性率高达20%，也就是说筛检每5个日本人就有1人确诊。疫情持续扩大中，让日本演艺圈人人自危。TVBS 新闻卢鸿昌、杨慈英台北报道。请支持一个专门报道国际新闻的全新 YouTube 频道 TVBS Plus， 扩大视野，掌握趋势，请订阅并开启小铃铛。